然后看这题哦，下列何者皆零与二分之一之间？哎，怎么做？我一再强调哈，我们比大小的时候，习惯上把角度都画成什么锐角？那画成锐角之后，题目问我何者皆零到二分之一？哎，什么叫零到二分之一？你观察一下哈，对塞而言，塞几度等于几？塞几度等于零？在零度会等于几？零，对吧？哈，在几度等于二分之一？在30度。换句话说，你就把这些画锐角，画锐角是对塞来讲，它角度只要是零到三十度，它算出来答案都是零到几？二分之一，这样行不行？那对 cos 而言呢？什么叫零到二分之一？哎，cos 几度等于零？cos 90度等于零。cos 几度等于二分之一？cos 60度等于二分之一。所以说，你只要把画锐角之后，对 cos 来讲，它角度只要介60度到90度之间，它算出来答案都是零到几？二分之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所以说你就把这些去把画锐角，这样就出来了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来，310度画锐角，360减50度。所以它可以化解成 cos 几度？50度，这样行不行？第一象限，第四象限 cos 什么号？正号。50度对 cos 来讲 ，cos 50度，50度有没有介60到90之间？有没有？没有，这样行不行 ？B tan， 我们等一下再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把这比较简单结束掉。来，再来，860度，角度太大太小？太大，先扣掉2720，剩下 sin 几度？140度，再把画锐角，180减40。第二象限sin取正号，来对sin来讲，40度sin40度有没有介0到30度之间？也没有。来，角度太大太小？太小，太小把它加回来，加几度？360度，把它加回正的，变 cos 几度？ cos 30几度？ cos 35度。cos 35度有没有介60度到90度之间？又没有。再来，这一样把它加上1440度，加上之后变成 sin 几度？160度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OK， 把它 sin 了160度，把画锐角180减20，第二象限 sin 取什么号？正号。sin 20度有没有介 sin 30度到sin 30度之间？有没有？有，所以一有。那麻烦是谁 ？B， tan 10度怎么算 ？tan 一个好处，角度越大，值会越大，对吧？在锐角的时候，所以说你看一下 tan 10度，你去试着做一件事情哈。来，我们比较熟悉是 tan 30度 ，tan 30度是几？根号1/3，对吧？哈。根号三分之一，你观察一下，根号三分之一它比谁大？比二分之一大。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 ，tan 30度会比 tan 10度会比 tan 30度小，没错。但是 tan 10度有没有小到比二分之一小？不晓得，不晓得，因为 tan 30度，对吧？哈 ，tan 30度嘛，不错，会大于它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所以 tan 30度不错，会大于它。但是 tan 30度本身也比二分之一大，所以它也大于二分之一，所以 tan 10度到底有没有比二分之一小？你确定吗？不确定，对吧？没办法嘛，不说应该它比二分之一大嘛，下去，所以说这时候没办法肯定，那怎么办？来，我们牺牲一点，去找一个东西叫几度，跟十度比较接近比较好比，你不要找一个30度这么遥远，几度？15度，来。15度有没有印象？来，我们复习一下 ，tan 15度，对吧？好， 15度有没有印象？斜边是几？4，这两边呢，一边是根号6，根号2，根号6，根号2，可不可以啊？长的用什么？加的，短用什么？减的，这叫 sin 15度 ，cos 15度 ，tan 15度，所以 tan 15度，你去把它算出来，它等于根号6。加根号2分之根号6减掉根号2
你去把有理化算出来是二节根号三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，你观察一下，平均15度，他算出来自己二减根号三，这样行不行？他是二减根号三，根号三是 1.7， 二减 1.7， 0.7， 它本身会小于二分之一了，对吧？那 tan 15度又比 tan 10度大嘛，所以说 tan 10度会小于 tan 15度，又小于二分之一，有没有？所以 tan 10度有没有介0到二分之一之间？有没有？有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正确选项是 B 和 G， 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后，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